何进祠堂？哎，这有块碑，拿火把来。 中平元年，晋由河南尹升为大将军，时常侍弄权，尽谋诛宦术，为时常侍探知。中平6年8月庚午，张让伏兵嘉德殿，大将军遂罹难。真是何进祠堂。 45年过去了，人生如梦。世人早把何进忘了，何家祠堂也已经破败成这样。父亲，这天下大乱，导致三国鼎立，这局面说到根上，还是从何进开始的。 他想剿除十常侍，却引来董卓进京，这才天下大乱。不对，不对，天下大乱不是因何进杀了十常侍，其根本原因乃大汉气衰，皇权旁落。父亲说的是。哦，对了。 这静书还是何进的后人呢？记着，过2日派人来修整祠堂，替静书尽点孝心吧。遵命。 请服药吧。陛下，司马懿奉旨见驾。宣。诺。诏。 司马懿觐见。臣司马懿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爱卿啊，快快起身。 谢陛下，爱卿，你在雍凉为国尽忠，吃了不少苦。瞧，这白头发也添了不少啊。臣与蜀军交战多年，耗费了朝廷不少粮饷，也未能速胜。臣有负圣恩。哎。 话不能这么说。粮饷虽然用了些许，但是你守住了国门，打败了蜀军，还把诸葛亮生生拖死了。换做第二个人，谁能有这本事？这全是陛下恩威，臣不敢居功。爱卿，诸葛亮死后，蜀兵还敢再来犯吗？臣相信。 只要有蜀有吴，天下断不会太平，迟早还会起战事。说的是啊，爱卿，你年事已高，朕不忍心再让你掌兵了。朕拜你为太傅，好生休息吧。谢陛下。
是老爷回来了吗？老爷。 为老爷缝制衣袄，奴婢打算着立冬以前托人送往军中。不用了，我永远不再去军中了。 也不离开你了。老爷说的当真。千真万确。你做活吧，我就在这儿坐会儿。我给老爷沏茶去。不用。你做你的活，我就这样看着你。三年多了，一直想坐在你身边，就这样看你。 梦里一样，一点儿没变。我可成老朽了。老爷梦见过奴婢。雍凉苦寒，军中一个女人也没有，寒夜就特别长。我有什么值得老爷挂念的？我只是个奴婢。在我心中不是。 那是什么？夫人。老爷，老爷，你说什么呢？静姝啊，我卜过卦了，八月庚午是个好日子，你我成亲的日子，就选在这天吧。 曹爽，叩见吾皇。曹爽啊，朕命不久矣。陛下，陛下，不可如此。听着，诸葛亮虽然已经死了。 可是司马懿还活着，朕总有些放心不下他。陛下既有此忧虑，那何不将司马家族满门处死，以绝后患？司马懿掌兵多年，门生故吏，便于朝野，朕不可轻易动他。又加上他处处谨慎小心。 甚至闭门不出，朕有何理由杀他呀？天子杀人，不需要理由。朕不能擅杀功臣，激起动乱呐！陛下，只要司马懿不死，朝廷就有大患。 陛下千万不要被司马懿给蒙骗了。你令陈宫上分奏章，
以司马懿德高勋著为由，请朕授予他摄政大权。朕要看他反应如何。如果他接受了，就说明他大志未泯。朕就令你除了他。臣领旨。 臣上书，请朕放刘备托孤于诸葛亮，将太子交付于你，由你和曹爽执政，辅佐太子。陛下洪福齐天，万万不会弃臣而去。朕的病已是百药无益。 爱卿，你就答应了朕吧。臣何德何能啊？敢受此大任？再说，臣也年近七十了。臣建议，由大司马曹爽、大将军夏侯霸共同执掌。臣只想苟延残喘于府下。 为朝廷焚香祈福。曹爽恨你，你为何举荐曹爽啊？大司马恨臣，是因为曹真败给了诸葛亮，此事臣也悔恨终生啊。臣对不起曹爽啊，但臣不能以一己之私废了朝廷大政啊。 爱卿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曹爽摄政，他可能不会容你。臣也想过这事儿，曹爽非但不容臣，还会杀了臣，灭臣九族。但臣再一想啊。 只有陛下能救臣了。朕自身难保，如何救你啊？请陛下免去臣所有的官职，同时罢免郭淮、孙离等52位雍凉将军的军权。 把臣的2个儿子，司马师、司马昭降为庶民，如此曹爽就放心了，就会让臣终老而死。爱卿啊，你这何必呢？陛下，臣说的都是心里话。 恳请陛下降恩呐！陛下，你都听到了吧？臣都听到了。现在怎么说？臣愿遵奉陛下旨意。哎。
罢了罢了，让司马懿终老天年吧。遵旨。我有一件事情告诉你，早在先帝的时候，就有一双眼睛安插在司马懿的周围。 十多年来，这双眼睛一直替朝廷盯着司马懿。等朕离开的时候，朕会把这双眼睛留给你用。魏晋初三年，曹睿薨。 水吧。哎，哎，静书啊，明年这时候啊，这书就，这长我这么高了，老爷。 你歇会儿吧。好，歇会儿。哎，哎，哎，老爷。好。哎，怎么了，静书？ 像有喜了！天哪，我司马懿都快入土了，居然还能天丁，上苍如此宽厚，感恩不尽呐！静书。 父亲中风了，快请医官。诺，属下这就去办。
殿下，司马懿的夫人难产而死，情痛之中，司马懿竟然中风了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老臣听说呀，司马懿的府中正在准备后事呢。这事光听说不成，你得亲自去他府上看看清楚，一举一动都要立刻报我。哎，遵命。 大人来了，在下受殿下之命，探望司马懿。请。司马大人。禀殿下，司马懿人事不行，奄奄一息，家中正在打造棺材。你估计他还有几日可活呀？看情形，也就是今明两日了。明日就是清明节呀。司马懿呀，倒是挑了个好日子。是。 传旨百官，明日我陪圣上同去拜谒高平陵，祭祀先祖，着800石以上文武官员一起随驾出城，同去拜祭。遵命。 出了什么事？为何这么热闹？今日清明，我进城的时候，看见曹爽陪天子前去拜谒高平陵，还有谁去了？听说朝中800石以上官员全部随驾，曹氏、秦贵也都去了。当然，走，父亲。 你不是病危了吗？我都病危十几年了。大都督，曹爽陪同天子前往高平陵，朝中800石以上官员全部随驾，曹氏、亲贵也全去了。众将听令。在。郭槐去南门，孙礼去东门，召集各营兵马，齐聚于洛阳桥畔待命。遵命。司马师留在府中。 臣司马懿拜见太后。司马懿，你不是病危了吗？臣病在心里，今日大病初愈。
兵太后，曹爽被先帝托孤之恩，奸邪乱国，欺凌幼主，独霸朝政，其罪当诛。臣受先帝厚恩，不得不率忠义之士起而讨贼。现在城中武库和御林军营都已被臣掌控，臣手里面有道表彰。 进献曹爽，被主篡政，祸乱纲常之罪，请太后降旨，令臣扫除国贼。太后，事已至此，又应了司马大人吧。 司马懿啊，你可以诛杀曹爽，但万万不可伤了陛下呀！太后圣明，臣接旨。 奉太后旨意，举兵讨贼！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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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陛下，太后谕旨到。 先帝托孤于大司马曹爽，令其辅佐少帝。曹爽本应恪守臣道，尽忠王室，但其权欲熏心，结党专政于内，任用亲私于外，荼毒社稷，祸乱朝纲，使天下只知有大司马，不知有天子，人神共愤，天地不容。今。 特诏太傅司马懿，令其接掌朝政，缉拿曹爽奸党，严肃朝纲，还政于天子。众臣当弃暗投明，随司马懿拨乱反正，有随曹爽抗旨者，严惩不贷。 司马懿，你敢诈病谋我！ 曹爽，司马懿已令部将接管了御林军，现在全洛阳都在他的手里。以你这点兵力，如要顽抗是以卵击石啊！哼，圣驾在此，尔等须随我护驾，诛杀司马老贼。众位大臣，你们的亲眷已经让大将军司马昭接到御林军营去了。 你们忍心玉石俱焚吗？陛下，司马懿军动，请陛下顾全大局，您如何不能抗拒呀？陛下，司马懿只诛曹爽，绝不会罪及陛下。陛下，亲旨大司马曹爽，令他归降吧。我问你，你说这。 人的脚为什么比脸和手都要白呢？在下不知，因为他老藏着。
先祖三朝主政，今日竟沦落到如此地步。 你这用一天的时间，就夺走我们曹氏四代君臣建立的江山。我挥剑只有一次，可我磨剑磨了十几年呢。这都是你先祖草草教我的本领。 18年前，是你把禁书送到我府上的吧？可是把它赠送给你的人却不是我，是你的旧主，世祖文皇帝曹丕。那么现在，你可以把一切都说出来了吧？ 18年前，文皇帝把禁书送到你的身边，令他倾听你说的每一句话，观察你做的每一件事。我原以为你识不破他的，可是当你诈病赚曹爽后， 我才醒悟过来，你原来早就把禁书看破了。我虽然早就看破了它，可我仍然爱它。这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事。你居然还有爱。没有你， 我就没有禁书，还有啊，禁书救过我的命。啊！多亏禁书在我身旁，世祖皇帝和曹氏亲贵们 才会对我放心，要不然我司马懿早死了。仲达，我问你一句话，望你能实情回答：墓中这个女人是你杀死的？你为何这样想？我爱她。不，在这个世上，你所爱的东西，那就是 功名大业啊，禁书嘛，
只是你的可用之物，当它没用时，你自然要除掉它。你果然好眼力，不错，是我卖通了温婆，把放血的药当成止血的药，让他服下。 有余数，其上有禅，禅方奋意悲鸣，欲饮清露，不知螳螂之在后，取其境。父亲，吴国太傅诸葛恪。 率军攻许昌，谁？诸葛恪，也就是诸葛瑾之子，诸葛亮之侄。他们要干什么？引兵犯境，攻打许昌。兄长已经提兵10万，南下抵敌了。你说什么？ 谁提敌了？兄长司马师调兵10万南下。哦，你哥哥提兵走了，你就得待在京城。咱们什么时候？ 都得留个后手。是，儿明白。燕儿，爷爷，坐这儿，再背。 院中有余树，其上有禅，禅方奋意悲鸣，欲饮清露，不知螳螂之在后，取其境。院中有余树，其上有禅，禅方奋意悲鸣，欲饮清露。 公元251年，72岁的司马懿病死，司马家族已经主宰魏国朝政。12年后，司马昭灭蜀，刘禅降。又2年，司马炎篡位称帝，建立晋朝。
公元280年，司马炎荡平吴国，三国再次一统，天下终归司马氏。